保温鞋垫。在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常因为天气原因会出现脚部发凉、长冻疮，或是夏天天气过于炎热，脚部不透气，出现脚气等问题。所以我想发明一款保温鞋垫，这个鞋垫脚跟部位有温度感应器，可自动调节温度，发热温度在夏季19摄氏度到25摄氏度，在冬季39摄氏度到43摄氏度，鞋垫一周围发热源，通过感应传导线连接，鞋垫通过 Type-C 接口进行充电，这样冬季更加温暖，夏季不会闷脚。